送客，红地毯简直比奥斯卡还长，178名旗袍暴乳辣妹竟得排成么字形才能容纳得下。初联邦名人会在北市大直五星级万豪酒店办春酒，室内排场夸张，楼下千万跑车、法拉利、迈拉伦、兰博基尼一字排开，高调阵仗，带头的就是他。被称为黑道学霸的名人会长林金奎，这次斥资超过400万，把万豪五楼包场，席开80桌，甚至向礼仪公司招兵买马，找来大批旗袍辣妹助阵，每桌都有2人服侍，宛如把香港电影《古惑仔》真实搬上台面。警方出动上100名警力向林检，却只能在外站岗，被急向保全，在外头盘查900多人，却只抓到3人，根本对警察狠狠打脸。离谱暴乳妹排场被警方要求撤掉，名人会直接把内部影片高调PO抖音，嚣张作风让基层警察大炸锅，但上头内政部长竟还老生在在。那谁当警察？大家当黑道，内政部长装死忠啊！面对质询答不出来，赶快把麦克风交给警政署长。黑道砸大钱办春酒，到底多少民脂民膏？难道不用查吗？黑帮赚很大，嚣张春酒，各个堂口比排场，让警方面子挂不住。与其门口盘查保镖，不如雷厉风行断金流，棒打出头鸟。深夜枪声大作，去年10月，新北地检署前帮派寻仇，连开8枪。同一个月，又与3重角头爆发冲突。短短半年来，双北发生多起持刀断掌、直播凌虐。原来幕后操控的黑手都是竹联帮名人会。那你们平常从校园吸收多少了？现任会长林金奎32岁，绰号帮派学霸，就读高中时拿过跆拳道金牌，是研究所硕士，但他并没有善用所学，反而染黑变成竹联帮人堂的头号猛将。名人会号称有1000帮众，吸收青少年或是体育系的毕业生，靠暴力讨债、迁赌、酒店维持起家，作风大胆，手段凶残，常呛虾有仇必报，加倍奉还。名人会因为最近的盛名之累，其实很多北市、新北，甚至有的南部哈，几个少年的都转而去转战投靠他们了。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收了一些别的帮、别的会的一些精华。资深刑警透露，名人会比一般帮派特别小心，犯案时会特别制造断点，让警方不易追查，也会利用征信社来追人，掳人凌虐，再PO网炫耀，让被害人心生畏惧，不敢提告。是成员哦，都有这个高学历哦。所以说他们也懂得说利用这个企业化的管理在做他们这帮派维持的这些犯罪行为，让警方要把他们全部都一网打尽了，对，中间会有遇到很多困难。部长，你认不认识名人会？认不认识？名字怎么写？我不晓得。你不知道啊？名人会。名人会。你说那个帮派的是吧？对。哎呦，我知道。这叫做一举歼灭的成果吗？刚才哈，赖委员也特别提到，嚣张到什么程度？而且他对于我们的社会观感哦，简直是极度的反感。其实警察已经接获情知哈，警察在外面罚站。警察都在外面罚站哦，好，然后警察也要上厕所，警察要进去上厕所，但你也不让他上厕所，让他到地下室去上厕所。结果呢，你们要一举歼灭的这些黑帮、这些老大和这些成员，在里面大摇大摆的抽烟嚼槟榔，然后成为座上宾。局长，痛不痛心？你看到这样的描述跟这样的画面，你觉得有一举歼灭的效果吗？跟委员说明，一举歼灭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会努力地达成。但是看到这种画面，我跟人民一样，我们觉得非常的痛恨。那所以警政署他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我们检察官一定全力的支持，我们会全力以赴。对于帮派啊，不管是哪一个帮、哪一个派、哪一个会，我们都会全力的来严办。饭店不阻止嚼槟榔的人在里面大摇大摆的丢烟蒂槟榔渣，结果穿制服的警察不能进去饭店上厕所，还有被要求不要站在大门口领检，警车不要停门口，这什么世界啊？
五星级饭店是化外之地吗？还是我们警察真有那么细汉吗？部长，你的态度是什么？我想第一个是我们打击犯罪或者是遏止嚣张的这样的一个行径我们绝对是放在第一优先，所以在这一个事件的第一的时间，部长我先请教，你可以认同这样的新闻吗？或者说你可以认同这样的行为吗？当然没有办法。那怎么做？是我们的分局长还有包括这个台北市警察局，我们在第一个时间里面就喝止了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好，所以我相信委员也有看到媒体的一个报道。来，我们看下一张，这个有在现场来做处理。你看到他全部都是有相关辣妹，并且还讲说这一家饭店是比较多帮派分子可能会去。再下一张，还有警方讲说饭店业者不配合。执法却给黑社会方便，所以部分我们会来了解。你现在你之前不了解吗？这一家饭店的一个状况是不是如报道这样子我想我们会来了解。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喽，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就会还原成水，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如果家中呢有银发族、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当然会在快点购购买才是最划算的。